你是不是第一次去游乐园撑伞？然后你一直都是被晒着的。喂，吉祥物，我们在吉祥物那个拍个照。吉祥物，先放着。吉祥物，不要。可以，可以，真的是有一台车给姐姐坐着，她想去哪就去哪。 太好了，完美的一天，完美的一天，真的。怎么了？车呢？对啊，车呢？姐姐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我去问一下，你没事，你待着。你一定要回来，我手机钱什么都没有呢。再见了，姐，拜拜。小火车可以开吗？我们小火车要四个人才能开。四个人可以开。四十个人。 它的重量应该够得44个人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坐这个吧。叫我过去，怎么样？<笑>这一段 slow motion 是怎么回事？少女的奔跑是因为有车子了。哇！哇！哇！浪漫的。怎么跟你来啊？怎么跟你呀？ 姐，不要这样说，我的心再一次受伤了。谢谢。大摆锤是不是？哇！嗨，这个还好啊。哎，等会儿是不是又有你张大嘴的表情了？不是不是，这好吓人。 二段来了，好舒服啊！哇，他们俩胆儿真大。哇，这是个摩托车吗？哇，跑得快！哇，很酷哎！先往前面走，先往前面走。啊！死了！我玩了好多项目那天。 那现在我们是去哪里？玩水的。嗯。需要第几排啊？哪一排最不湿啊？第一排吧。以你的经验来说呢？我觉得第一排刺激好玩，湿应该还好。那个有雨衣也没有用，没用的，就是穿雨衣。 雨鞋胶的应该OK吧？穿对了，我绑紧一点吧。哎呦，快拍，快点，美的嘞！哎呦喂！这个画风，钢铁直男跟少女的区别就在这。哇！ 哎呀，我怕，然后就一下，哦，完了，啊，OK，你还可以哎，都不错，来了，没有，还要聊一会天，哇，这么快啊，这么快啊，哇，直接，他不跟你那么快。 姐，你的帽子，怎么办啊？现在怎么办？
我怎么感觉落难呢？带你来吃苦的感觉。谁说坐第一排了？谁说坐第一排了？怎么办、啊？为什么要跟你来啊？现在怎么办？要不去红米总的车上？哎，动物园。车进不了动物园。啊，要走啊！毫无灵魂的笑。其实蛮好玩的啦，好久没来玩了。这跟拍电影的区别没办法掌控，太享受了。谢谢你。